我画了这么多花呀，还有我没画过的呢。狗头风铃花，说的对，这个我没画过。嘿嘿，摸摸艾米，哎，抓到了！不算数，我在跟艾米打招呼呢。猫猫，你们好呀。狗头，猫猫。想和我们一起画画吗？想啊。哇，艾米画得真好，简直像真的花一样。咕噜咕噜。嘿嘿，谢谢。你把花画得像个黄瓜一样，你画得还像个土豆呢，哈！你们把花瓣画大一点，再把叶子画长一点，就和我的一样啦。哇哦，好棒哦！猫猫艾米，猫猫咕噜，猫猫小麦你好，咕噜。你们想不想看我的新魔法？Kazam Kazam！ 啊！哇，太精彩了，小麦！看我变回去！啊，哒哒，真的变美了！再来一个！Kazam Kazam！再来一个，可人可人！哇哦，酷！再来！这次为什么会跑出一只兔鼠来？没关系，小奈，再试试。再变一只兔鼠！再变一只兔鼠！再变一只兔鼠！Kazam！ 哈哈，哇哦！小麦，你可以变兔鼠出来，也是很棒的魔法呀！兔鼠，兔鼠，兔鼠！可我想变的是花呀 ！Kazam！ 喂嘿，能给我们一只吗？拜托喽！我为什么变不出花了？不过兔鼠看起来也的确很可爱。咕噜，咕噜咕噜！他们在吃园子里的花。艾米，小心！他们还想要吃我画的花。嘿，别吃我画的花！嘿，也别吃我的！这些兔鼠都饿坏了，花会被他们吃光的。
花被吃光之前，把它们变回帽子里去。抓兔鼠比赛开始！啊！那边。然后，噗，就把它们变没了。但愿成功吧。拜托，叮叮当当，别再闹了，花园里的花都快被它们吃光了。别想抓住我们，别想抓住我们。咕噜咕噜。好主意，咕噜！我要画朵史上最美的花，引兔鼠们过来。哇哦！像真的一样，希望会有用。咕噜，快过来，看看这是什么。我们的画不好吗？小麦，快准备好。嗯。接着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。耶！咕噜咕噜。哇哦，这可是个精彩的魔法。没得玩了。哦不，这里的花已经被吃光了，国王和王后一定会生气的。别急，我知道个魔法。咔嚓咔嚓，是土。啊，我本想变出些花的，可又失败了。小麦，
那不是土，是种子。咕噜，是花种，和爸爸妈妈花园里的一样。快来，一起播种吧。咕噜。